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重心和执心的概念。首先呢，介绍一下重心的概念。什么是重心呢？我们对重心的印象就是，如果找到一个物体的重心，我们就可以撑住整个物体，而且不会翻倒。那为什么不会翻倒呢？是因为合力矩为零，重力对于重心的合力矩会是零。那换句话说呢，我也可以说，这个重力呢，它对物体上每一个点都会有一个力矩，但是这个力矩呢，总和就相当于物体的总重量在重心处造成的力矩。这样讲好像有点模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举个例子。好，各位有没有坐过跷跷板？好，这是跷跷板。那左边这个同学中 W。右边这个同学重 2W，请问一下，在哪个位置支撑可以撑住不会翻倒？没有错，就是在2:1的位置，2:1的位置。如果整段是 L，这段就是三分之二，这段就是三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在前面呢有介绍静力平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支点，换一个参考点，所以这个合力矩为零。不是只限于这个支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参考点换到别的地方。例如说，例如说，我们把参考点换来这个 O 这个位置，那其他都不变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它还是合力矩为零吗？应该还是，我们只是换参考点而已，应该不会改变它的整个物理现象。所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 W2W 它相对于 O，那可是 W2W 相对于 O 不是顺时针的吗？都是顺时针的力矩，它怎么会平衡？哦，原来啊，原来刚刚这一张图其实是有玄机的。原来我们在这个支点的位置，其实有出了支撑总重量的力，支撑住它的总重量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位置，刚刚那个支点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呢，大约这个位置呢，它是有一个向上 3W 的力支撑力，才可以把它整个合力矩为零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说，W 对 O 点造成的力矩加上 2W 对 O 点造成的力矩等于 3W 对 O 点造成的力矩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因为它们合力矩为零。可是呢？这三个 W 造成力矩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其实有一个重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它其实就是抵抗了重力总和在重心处造成的力矩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再照抄一次。视为总共的重力作用在重心处，重力合力作用于重心处的力矩，就等于 W 对 O 点的力矩加上 2W 对 O 点的力矩总和。我觉得 3W 在重心处这个地方叫重心，在 3W 在重心处造成力矩就是 2W 对 O 点的力矩加上 W 对 O 点的力矩。因为呢，你在这个位置支撑住整体，那就可以让整体合力矩为零。所以反过来说，在这一点有相当于整个总重量，在这点有造成一个力矩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重心它的定义，它的位置的定义，就是重力合力作用于重心处造成的力矩，相当于重力对各个点造成力矩的总和，那再来是重心的公式。好，那既然我们知道了重心的定义，那我们把它写成数学关系、数学式。好，假如呢，这里有一个一号，这里有一个二号。W1，我们把它换成代号，而不是数字的 W。
刚刚是一个两个 W， 我们现在换成 WW2， 把它普遍化、普世化，然后重心处也把它标出来。这个是重心处，那给它一些坐标。这个位置是 X1、这个位置是 X2、那这个位置就是 XG 重心处，重心处。那他们这三个力对 O 点的力矩就可以表示为tau W1 加 tau W2、根据重心的定义，那就是 tau W1 加 W2， 那就写为力臂乘上力， W1 的力臂是 X1 再加上 W2X2， 然后就会等于总共的重力 W 加 W2， 要去乘上，重心的位置，好，这样。好，那一项之后就得到了重心的公式。重心的公式就会写为 W1 加 W2， 这个 W1 加 W2 除过去，那分子是 WX1 加 W2X2， 这就是重心的公式。那这个是两个物体的情况，如果多一点物体呢？例如说，再把它做延伸，那这里如果有一个 W3， 那假设说重心还是在这边，这边就要再加 W3， 那 W3 在这边的话，它也会对应底下的一个 X3 的位置， X3 乘上 W3 就是 W3 造成的力矩，那就会加在这边。好，这个就是 WWW3 重力的力矩总和，那根据重心的定义，它就要等于总重量去乘上重心的位置。好，所以呢，重心的位置呢就会是变成这样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重心的公式。那它也可以推广到 Y 轴，不是只有 X 轴，也可以推广到 Y 轴、Z 轴。好，那我们先把重心的公式介绍到这里。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它这个有点像是加权平均的概念。如果我们把它解开，就会变成总重量乘上分之 W1， 那就是 W1 占总重量的比例，去乘上 W1 所在的位置，再加上总重量分之 W2 乘上 W2 所在的位置，再加上后面一样是 W 总重量，然后分之 W3 乘上 W3 所在的位置，这有点像是它的重量占整体的比例越多，那它的位置就越重要，有点像是我们在算学分，如果说总共有10个学分，它分给国英数，如果国英数的学分刚好是532，那我们再算最后的总成绩，是不是用10/5它乘上国文的分数，加上10/3乘上英文的分数，再加上10/2乘上数学的分数，那就是看它比重占的比例越多，它这个分数就越重要。所以重心它最后的数学结果有一点像是加权平均这样的概念，之后的执行也会用到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同学。